nangan wak na mas tada nak masang na nisin sa gano araw aruwa na makatapos dan shuk masang ayu yu alam may sira sa kaito 那那我们是来去看那看那米娅诺诺的，我们原来是珍珠姐姐，我们原来是米娅。我讲我把马上这边米娅诺诺都特别有缘，我们那南米娅妈子，哇哇，那我们妈子人那多，我们那还是米娅那，妈呀，那小米娅都太短，我们伊的那边都宝桑部落，现在有看那米娅米娅那说马上啊，美容公主是那那别人别人，那米娅诺诺我们说那把那边都那个艺术创作那。 表演什么的那些，其实都是，呃，以前都是在台北，所以如果要来台东做表演工作的话，第一个会想说自己可以吗？所以就在就是另外在想说自己还可以做什么，然后是可以陪伴家人的，可以在家里做的。嗯、我跟我姐都很喜欢做美甲，然后美甲其实如果你要贴很多的水钻啊什么的这样子、呃，造型啊，其实要花蛮多钱的这样子，然后。 所以我就想，就说那我就来投资看看好了。我那批发的那们呀，一个都入沙的那们些，莫呀那呀那，sega 那屋，ku kuko 的那屋，masangkama fashionen，屋 kuna 那啥个，akmituan 那们那啥个 sega 那们呀，mamimi niyak masunapat ketansuy，iuwalam na kung masira ya penanjuan，maniyang si mo ya mo kuna 那啥个，naraknak mo 那们，mamimi niyak maso，nima puno kanyali kinapa masitana iuwalam na kung ako pan。大妈会织布。 那也会刺绣，其实那个都是图腾，在我的记忆里面。然后再来是我的阿公会做刀，然后你就会想那么细那么小的刀，然后它要在上面装饰，要把贝壳镶在上面。这是一个给我一个启发，是因为它上面画的是贝南族的图腾嘛，然后就会觉得本来在我们的传统服上看得到的这些图文，然后在手上就很漂亮啊。